在鹿港天后宫妈祖庙附近美食云集，有台小摊车已在这屹立超过40年历史，那就是在地人都知道的老林面线糊，是不少美食节目都有采访过的古早味美食。店家处理赤肉不随便，赤肉裹粉不厚，吃得出猪肉的新鲜，也不会有腥味。肉块有先用酱料腌过，咬起来厚实，很有满足感。老板还在里头加入了蛋汁，增加了面线与汤头滑顺口感，在汤头上则调味不重，淡淡香气。喜欢吃辣的朋友也能加点店家自制的辣酱，也别有一番风味。